不是说出去玩，现在都8:10了，怎么就我们四个啊？哦，那我们来打赌啦。黄之谜一定又最后来。白痴，你不要跟我抢啊，我想赌他。我赌2家中好了，他一定还会叫你们睡觉。喂，阿赌，那等下吃完请吃饭啊。好啊。快点啊，要出去玩的你。你是小孩子哦，兴奋什么啦？不过还好我不是最后一个到的，不然我又要被抢。哦哟，2家真哦，干嘛那么早来啦？啊，我又怎样了啦？你在打赌那么早来干嘛？你们是那么很久啦？我们出发吧。出发什么？阿贤明要没来。啊，他还没来哦。对啊，你没有跟他一起来吗？没有啊，他说他有事情要处理，叫我先来的啊。 请问张宇轩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事情想要问。这不是谢承斌的前女友吗？干嘛分手就表演一回事吗？是因为他很。
学校早就不关你事了吧？对，我就是没办法忘记他，但那也只是现在。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很快就可以忘记他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宪兵过得很好，只是他说他不想见到我们，所以就不来学校了。说不定过阵子就转学了。他过得好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听说是你跟他告白的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干你事！哇！那是我的朋友吗？知道啊，我还知道那个人就是你呢。你当他女朋友，还想跟他告白啊？我就以为现在没会拒绝我，谁知道他就答应了，还是我太真。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女友，但我也是很认真的在付出这段感情啊。认真有什么用？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你那么大声啦！你那么大声，有没有办法改变宪兵是我男朋友的事实啊？而且你应该检讨一下，你为什么把自己男朋友弄丢吧？我检讨我自己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其他我男朋友还敢那么理直气壮？理直气壮，笑死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没身材，没长相，小腿那么粗，胸部那么平，要说没什么，不是用讲的吗？好不费力用到手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太过分了，把宪兵还给我。黄之敏，你死心吧！宪兵是我男朋友，根本不爱你，还是早点接手吧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还是早一点接受对你比较好吧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。反正没什么好说的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跟宪兵。刚刚快气死我了！你刚刚去找张玉轩友好一点吗？我刚原本好声好气跟他说话。可是他就一脸敷衍我的样子，还说伤害我的话。真的忍不下去了啦！黄之敏被欺负，怎么可以坐吃不饱？对啊，该给那绿茶一点色瞧瞧吧。传闻说张宇轩今天惹臭了你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学校后面有个废弃仓库，根本不会有人去，我们把它摆在那边怎么样啊？这样也比较不会被发现。那要怎么办啊？又不是跟偶像剧一样说绑就绑。雨中者啊。啊，为什么又是我啊？啊，你那天不是邀他去舞会，你就买一瓶饮料，说是要报答他，在里面偷偷放安眠药就好了。哇！难听张天闹哎。那我们赶紧准备吧。那黄之敏，你就跟我去仓库等吕宗泽，你们去把张宇轩带来。那我等等把这瓶给他喝，怎么样？好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张宇轩。现在是怎样？早餐餐找麻烦。没有啊。我都累了。没有啦，是为了感谢你上次陪我去舞会啊，这瓶饮料给你喝。哦，谢谢。那个要趁冰的喝才好喝。哦，我现在不适合喝冰的。那我帮你吹热啊。不要给他喝啦。动作快一点啊！哦，我看你都会抓很久啊，拖我时间走啦。来到地狱，欺负别人的人该得到一点教训吧？谁啊？你讲什么？快点放开我！你身上脱不开的，就慢慢挣扎吧。张宇轩，该让你知道惹到老娘是怎么下场的了。
好解释的，已经来不及了。